呼吸新鲜的空气和乡土之风，是何等的快慰呢？我想很多的我们平地其他族同胞应当要来回到原住民乡亲，虽然他并没有前兵富有，可是他们的富有在哪里？他们的富有在阳光，他们的富有在哪里？在植物，在动植物的。现在很多的联合国的这个团体已经认为在界定什么叫富有，所以说将来的富有应当以人平均享受多少阳光，人平均我们周遭环境有多少动植物，这个才是富有。所以我要恭喜我们雾台，或者是我们马家，或者山地民，我们原住民的朋友，我们拥有，我们要善尽我们的资源。所以谢谢我们中央政府来做这个桥，这个高度我一看，刚才我们的包主持人告诉我说，你看我们乡亲不知道高度在哪里，我用个气球在那标示。